状的。如果说真的可以在神经对抗素流血的地方，那你就可以很明确嘛，知道说到底是哪里是流血，就知道后面要怎么走。就没办法，那就可能从更深的地方来，那我们就只好靠一些像镜检，就包括大肠镜啊那些东西进去，从屁股伸进去往里面看啊，看到哪边是能不能看到有东西啊是不对的，或者是看得到流血的地方，那才有办法去做。血从哪边来？那好啊，说这，因为当然最担心还是癌症啊，所以说大概我还是现在记者会就说跟大家讲说，如果说真的对很不幸啊，运气不好，被诊断出来是癌症，那怎么办？我的就看的经验的讲是，我是希望病人还是可以去面对它啊，就是要去面对它，不要说我得了癌症就。也是希望都没了，就非常非常消极，然后你再拖再拖，拖到后来，没出就会注意，说他后悔就来不及。所以我说，希望你勇敢面对，然后最好是勇敢面对，就是要找人支持你嘛，最重要还是家人嘛，要告诉你的家人，让家人一起来跟你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再有及时来跟你建议说做什么处理，对最好的。那所谓大肠直肠在哪里啊？我想大家各位记者先生小姐都看过那么多次记者会哈，应该也基本上也都有点概念了，就是可能这是我看过去的肠子哈，在这样看我想到这边属于右边的哈，右边的所谓升结肠，然后再经过横结肠到左边的降结肠，然后再经过所谓它是一个弯曲的肠叫乙状结肠，然后再进到直肠肛门出来，所以说它。以大肠癌，所谓的大肠癌，一般就是简称大肠癌，就是大肠、直肠、肛门癌啊，就这几个地方都有可能长癌嘛。它就长出来的地方就是在这些里面的某个地方，它比如说恶性变化，然后就长出癌症这样，叫大肠，简称叫大肠癌。所以说我要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从食物从嘴巴进去，经过上消化道嘛，除消化，再经过下消化道排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都会用肿瘤的形态表现，就是会有长的东西在那，差不多，这是它的癌症。大肠癌的，因为大家现在电视哈都听到很多了，就是简介目前哈，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网页也告诉你说，目前国人最常见的癌症就是发生率最高，就是说最普遍的哈。那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筛检做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有些你没有症状的人有癌症的也会被筛出来，可能或许是比较早期的癌症，或者就是说总就是有一些筛检的途径，然后让你会比较多的机会被抓到这些大肠癌。目前是十大癌症死亡的第三位了，每年罹癌的人数以国家的统计大概1万4千人，它有高写出危险因子哈，就是在年纪啊，年纪够大，所以它为什么要定在50岁以上？认为50岁以上在统计上面看得出明显 的差异，然后可以让你进到筛检，会不会最有成效这样子啊？比如说年纪啊，还有一些就是西方饮食嘛哈，还有像肥胖啊、抽烟啊，还有大肠直肠癌的家族史。我基本上它还是越早诊断治疗存活率越高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勇敢面对哈？就是你真的发现了就要去面对它。有哪些啊？刚才有哪些是大肠癌、直肠癌？我们从病理上去切片，因为它癌，所谓的癌就是我说通常是长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证实它，它在切片出来还是有分呐、啊，我绝大多数了都还是所谓的腺癌的，其他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组织形态癌，就治疗方式都会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多半我们常常在讲，就是最常见的腺癌。就是所谓跟这些危险因子相关的这些这个癌症，那我们怎么诊断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民健康署啊，就是对这个粪便切片检查，现在已经过了推了几年的了，不过是现在是越来越多越要就是越来越普遍的哈，越来越广泛的民众也越来越有 sense， 就是说要用粪便切片啊去抓它自己。经过检查啊，这个原理就是说，大肠的癌症，肿瘤啊，受到我们大便，万
刚讲过说长在肠道里面就有肿瘤嘛，大便经过的时候会摩擦，摩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小的出血，好，那这你就肉眼看不到，但是你我们去送去从实验室的检查可以看得出有一些前期，那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血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我们在50岁以上，然后有潜血有阳性，就是看不到大便，但是里面有一些血，这从样本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来做大便，看看是不是有长东西。那有没有？你看我刚刚讲过很多，你大便从那个从肠里面一直往下跑，跑到肛门出来，你经过你的那个痔疮，是不是也可能会抓到血？当然是，那是一定会的。所以说，它并不是所有人潜血都会一定是从癌症长出来的啊，就是说摩擦到癌症，然后被抓到。就据统计啊，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这是国家的统计嘛，就是因为阳性的潜血而去做大肠镜啊，去检查到底有没有癌症，大概22个人是，还有一个是大肠癌。换句话说，里面有21个人不是，在国家的息肉，但是他不是，那都是他认识的癌症。所以说不用那么担心，不是说看到潜血你就觉得说我世界末日得癌症啊，不是，他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筛检。目前补助是50岁以上的民众。那另外，当然前线检查就是为了说抓到哪些人适合去做大肠镜。大肠镜的话，因为目前诊断还是必须要你直接目视到它，然后做切片才是证实的。什么叫大肠伤害嘛？我就放个简单的图片，就是说我们目视到这大肠镜的你的看到一个肿瘤，然后我们就切片就把它切下来。然后再去送化验，看它是到底是不是癌症啊？就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嘛。那诊断后该怎么办？诊断后不是癌症，在重要就是要分期的，在临床分期就是要靠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啊像第二段子的超声波功能等等一些影像检查啊，去让你看说现在的在还没有去动到感觉你之前，可以看出你临床上大概在第几期啊，就所谓的临床分期。就是方便你后面的处理啊，那决定流程之后才会再决定说你要怎么去处理它、啊，能不能开刀啊？是要不要先化疗，或放治疗再开刀啊，或直接开刀，对，就是。手术的很多简单的图让你看一下啊，就是说肿瘤本身啊，比如说刚画的是肠子是大肠长这样子嘛啊，它肿瘤如果长在这个地方啊，大概。我们除了肿瘤本身要切掉以外，它的附近就跟这跟我们人体的结构有关啊，哈、哦，这个细节没办法讲，就是说，就是必须照着我们人体的结构哈、哦，像比如右边大肠就必须要把右边的啊右边肿瘤必须要把右边的大肠整个都要切掉，然后再把肠子接起来啊，那肠接起来就是用一些特殊的线啊，或缝合钉啊等等去把它接起来啊、哦，另外就是连旁边的那些。淋巴组织的都要切掉，这才叫标准手术嘛，就是要尽量把有可能会扩散出去的地方都把它切除，才会减少它的复发率，减少它以后移转的机会。然后必要的时候，有些人或许必要的时候会可能要做所谓人工肛门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重点啊，就是大概是这样说嘛。传统的剖腹手术呢，就是看老一辈的大概。就开过刀的，就肚子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啊。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也是有很，就是如果说只能用传统手术去解决的病人，还是会有这么大的伤痕啊。然后进去就把肠子给切掉，然后把腹壁灌起来啊。所以现在当然这10年的那个微创手术啊，越来越进步了啊。跟大家里面好多医药新闻也都一有听过，所以微创手术包括像说是。不相信手术，对我们大部分外科来讲，不相信手术啊，或者是达文西机器人手背手术，啊，都是这10年来，尤其这或许在5年来进步非常快的地方啊，因为尤其是跟科技进步有关系啊，科技进步伴随着这个医疗器材等等的进步啊，可以让这些事情越来越能够执行。那不相信手术就是在肚子里面，就卡通的画不错了哈。肚子里面，然后里面藏在里面，然后我们打就是用一些用一些洞哈、哦，就是
打几个洞啊，把那个细的细节放进去，就有那个镜头嘛，就看到样子。然后以同样就像我们在我们就东方人就用筷子吃东西嘛，我们那个也是用这种长柄的器械进去里面，啊，透过这些几个小洞把该处理的地方处理完之后，再从这个洞里面再把它拉出来，它就可以减少你腹壁的伤口，就是你就会疼痛部位就会大幅改善，恢复也会比较会也会快得多了。比如说像像这样啊，就是病人上面有打洞，用一些器械啊。解决啊，就是在镜头上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嘛。啊，那手术就像它，就是相对传统的手术的话，接下来的那个这个是右侧大肠啊，可以接下来的就刚刚说淋巴，还有破那个右侧大肠的结果部位都比较切掉，但是你的伤口就可以只需要这样子，因为它我们用那些器械把它在里面解决完了，它出来的位置就不需要很大。目前整大又进哈，就是所谓大胃镜机械的手术，就是用病人躺在这个床上，然后用这些机械手背，就是取代腹腔镜的那个我们前面的这个腹腔镜的这些器械，啊，用机械的手背进去，啊，然后外科医师在外面坐在另外一台机器里面去遥控这个机械手背去做这个手术，所以它基本上就等于是腹腔镜的进阶版，啊，就是它好处在于说这些东西这些手背。相对我们人的手呀，它是相当稳定，稳定度相当好，不容易出错，而且那个啊，不会有这样进出的幅度小的时候，病人那些疼痛感都很明显，会获得改善，更好。啊，以那个手术时间看，就像这样，机器人的手臂，啊，就是这样插进去病人的身体里面，然后医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台机器去控制。这些手背去做事情，啊，微创手术它的优点就是说，是伤口最小，比较不疼痛，啊，也比较少长三年，所以说虽然疼痛小，但大部分都可以，比相对于很长的伤口来讲，可以有，最早恢复活动的能力，大部分都可以啊，缺点就是需要自费啊，并不是说，另外就是，比如说比较说是，如果太大，你的器械这些不是器械或者是这些器械的。能够抓的范围跟大小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所以说或许再过个5年、10年，这个器械又在进步，那就又可以做到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啊。不过以目前的这些器械来讲，它还是会有它的局限，就是不是所有的病灶都可以拍得下来啊。所以说还是就为什么说传统手术它还是会有，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只是说微创手术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这样而已啊。就是说这个。韩国啦，或者是全韩国的，因为韩国在我们亚洲部分，应该说全世界也算是排行，就是在微创手术这边有一个啊，就是进步的蛮快的。他们可能是因为国家支持啊这些哦，就是会他可以一直很快速的往前进，尤其是在那个机械手臂的这个部分，那时候就是去看他们这个部分。现况的话，就是本院的。大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以上的经验了，大概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现在又有新的啊，7月份买进这个机器人啊，目前我们成大应该有，就我侧面知道大概有十几台了，一定有各个科网的台，所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就成大也是算是对我们台南乡亲带一个不错的东西。大概就到这里。